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永存，皈依佛陀、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永存，皈依佛陀、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永存，皈依佛陀、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739页，739页，从第一行看起。发心作佛，就是发起是心是佛、是心作佛这个心、这个念头啊，要发起作佛的念头。啊，这个不是奢侈，这是事实啊，因为事实的真相就这两句话：是心是佛，是心作佛，就这两句话啊。心就是佛，佛就是心啊，这个心是真心啊，真心是所有一切万法的本体啊，宇宙之间一切万法从哪里来的？华严经上佛告诉我们，心性识别，你看多简单，四个字。宇宙一切万法是心现的，啊，具体的代表就是一切诸佛如来十报庄严土。净土讲四土啊，第一个凡圣同居土，第二个方便有余土，凡圣同居土相当于诸佛如来的六道，六道是凡圣同居。方便有余土呢，相当于诸佛如来的四圣法界啊，净土。四圣是声闻、
圆觉菩萨佛，那这叫十法界，四圣跟六道合起来叫十法界。啊，十法界下面六层秽土就是圆悟。啊，上面这个四土是净土，没有染污。啊，但是啊，它是色变的，阿赖耶变现的。如果没有阿赖耶呢？没有阿赖耶很单纯，就是十宝土。十宝土叫一真法界。啊，那是唯心所现。那是我们自信起念头变现出来的，没有阿赖耶识。啊，所以这个报土里面，人没有生死，啊，没有生老病死的变化，树木花草常青。啊，没有秋天落叶，没有这种现象。啊，所以叫一真，就是这个境界里的东西，它不会变，不会衰老。啊，万古长青，这个世界好啊。啊，这个世界完全是自信变现的，是化身菩萨门感得的，啊，也就是化身菩萨门他们的生活场所。六道凡夫看不见，就在你面前，你也不知道。啊，那么最高的常寂光土，常寂光土才是真正的自信。十宝土是自信变现出来的。啊，那么十法界是自信变的，再加上阿赖耶识，阿赖耶识会变，把十宝庄严土变成十法界，变成六道轮回。就这么回事情，这是事实真相啊。所以心是佛了，心能现能生啊，一切万法。那我们现在是心作佛，我们没有别的妄想，只有一个想法，我要做佛，行不行？行，因为你本来是佛，是心是佛就是本来是佛。本来是佛，你现在想做佛，哪有做不到的道理？那这八个字是净土宗理论的依据。啊，道理就在此地，所以净土人人有份的。这一段里头教给我们三倍往生啊，上品上生呢，我们都可以得到。啊，只要自己把这两段经文用心去学习，这里面所要求的条件，我们把它统统具备了，啊，就能取上品上生。下面是念老的话：盖能发如是心者，本来是佛了。此作佛之心呢，即本来是佛之心。
本来是佛，这个心是本觉，觉而不迷。是心是佛，这个心是实觉。我以前迷了，不知道本来是佛，现在知道了，知道了我要做佛。啊，这叫开始觉悟了。实觉跟本觉是同一个觉性，没有分别的。啊，所以实本包二啊，实觉就是本觉，本觉就是实觉。啊，它是一，不是二。所以下面世尊说了几句话，形容这个心，这个心广大。数穷三际，数的时候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没有边际。啊，从时间上说，它没有边际。啊，横的字来说呢，周边十方。啊，这个边是周边，虚实虚空。啊，数穷三际，横边十方，其大无外，其小无内，这是把真心的样子说出来了。它没有形象，啊，它不是物质现象，它也不是精神现象，也不是自然现象，它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。真心的，我们把它忘掉了。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心，起心动念，那是妄心，那是阿赖耶八十五十一心所在起作用。这个错了。古人所谓啊，你错用了心呢，啊，才会搞成六道轮回啊。佛菩萨示现在我们人间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在世住世八十年，历代祖师当中有不少都是佛菩萨应化了到中国来。我们有理由相信很多，但是很多人身份没有透露，我们不知道，透露的人很少。啊，现在大家都知道的，啊，永明延寿，阿弥陀佛再来的，智者大师也是阿弥陀佛再来的。还有个风干和尚，啊，国清寺，啊，寒山拾得是文殊普贤化身，
啊，地藏菩萨的化身，韩国的。金地藏到中国来住在九华山，原籍在九华山。啊，这是地藏菩萨化身。啊，那么还有居士，啊，富大士、弥勒菩萨的化身，布袋和尚。也是弥勒菩萨化身啊，这个是大家知道的，身份暴露啊，没有暴露身份的人多菩萨心地慈悲也，众生妄想多，杂念多。造恶多，啊，造成世界的灾难，菩萨来帮助化解。慈悲到基础啊！我们要知道。啊，世间男女老少，各行各业，都有佛菩萨在其中，只是我们不认识。啊，他表演的跟世间人一样，实际上呢，他住真觉，他住常寂光，实际上他住常寂光。啊，但是。他的应化身跟我们和光同尘，住在烦恼的世界。啊，他住烦恼的世界就是常寂光土。啊，那我们呢？我们常寂光土变成现在的灾难环境，是一。不是二啊！记住佛经上一句话，千真万确，叫“境随心转”。佛菩萨用真心，那他的世界是什么？常寂光，常寂光土。比十报图还高啊！我们眼睛当中看到呢，他跟我们在一块，他住的是无住卧室了。实际上啊，他是住常寂光。无住卧室对他有没有干扰了？没有，丝毫干扰都没有。为什么？他没有把它放在心上。为什么不放在心上？他知道万法。借口了不可得啊！所以古大德有形容这一些再来人啊，他们为我们表演，为我们实现，叫大作梦中佛事啊。他在这里讲经说法，示现八相成道，都是梦中佛事，不是真的，是他在变把戏，对吧？大作梦中佛事啊，建立水月道场啊，在中国建丛林啊。开法会呀、啊，水月道场，啊，晚上池塘里面，池塘里头的月亮叫水月，不是真的，哎，很像是真的，不是真的。
凡夫以为是真的，啊，而他们自己呢，真的是梦中佛事，水月道场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做得再多，一丝毫没有染着，所以叫作而无作，无作而作。啊，那个作而无作是没有因，没有果。我们凡夫啊，有因有果，有报有因。为什么呢？你放在心上，放在心上就有因果报应，不放在心上什么都没有。啊，真的是梦中佛事，水月道场。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学的。我们也如果是看穿了，我们这个身在这个世界也是梦中佛事，水月道场，那你说多快乐，多自在啊，多幸福。无论什么事情，你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啊，一丝毫不迷惑，绝不卷入他的漩涡啊，他绝对不会干扰你一丝一毫啊。这个人，这个人就是佛，这个人就是法身菩萨。不然呢？啊，记住，不然就是不放在心上。以真诚的慈悲心，断一切恶，修一切善，这干什么？做样子给众生看，让众生慢慢体会到，恶应该要放下，善应该要拼命去修，这叫身教啊！做出样子来影响大家，给他看，特别是现在社会啊，传统文化丢掉了，你跟他讲他不相信，你做出样子他相信了，啊，要做出什么样子？无私自通啊，没有老师自己开悟。为什么要知道？因为现在没有老师，你到哪去找老师啊？这个方法是李老师教给我的啊，老师很慈悲，告诉我，你发心弘扬佛法，好事。但是弘法利生不是容易事情啊，至少啊，事出世间法，你都要能通达。啊，世间法不说别的吧，单单说中国一套丛书《四库全书》，你能不能通？你要不通，你不通世间法，你讲经不契机。啊，通世间法契机，还要通三藏经典《大藏经》。啊，通《大藏经》契理。理你没讲错啊，契机是什么？这一切众生呢，他能接受，他能听懂，他能生起信心。这两部书一生能不能通啊？通不了啊。通不了怎么办？不通是不行的啊！老师教我一个方法，用感通，就是求感应
啊，诸位要知道，中国老祖宗教人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，那是求感通。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，这是感通最有效的方法。啊，什么都不想，就想这部书，读这部书，想这部书。啊，首先想的不要想注解，不要想它什么意思，就是想它的经文。啊，像小学生背书一样，一个字没有念错，一句没有念漏掉，啊，念得滚瓜烂熟。就用这个功夫来求感，佛就有应。啊，求感应呐、啊！感应是得佛菩萨加持，让我们得三昧。我们要是背诵《无量寿经》。用这个方法，啊，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这个就是祈求无量寿佛的加持，就是阿弥陀佛。啊，跟阿弥陀佛的关系要真正建立起来。啊，佛会常常照顾你，看你业障消的差不多了，一点就破了。你就通了，所以说必定先得三昧，得三昧自己心里清楚，心清净了，平等了，啊，清净心是声闻缘觉他们所得的念佛三昧。清净平等心是大乘菩萨得的三昧，都能帮助你开悟。啊，清净平等觉，觉就是开悟。啊，开悟了全通了，见性了。啊，见性没有一样不同。啊，无时界过去，无时界未来，全通达了。在这个世界，无论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啊，一切众生根性不相同，善根不相同，福德不相同。啊，为什么个人修的因不相同，缘不相同，所以果也不相同，报也不相同。啊，不止千差万别。啊，到你真正通达了，你全都明白了。明白之后怎么样呢？明白之后心是定的。为什么呢？你不会有妄想，你不会有杂念，你没有念头，真心理念。妄心有念头，真心没有念头。
啊，它就起作用了。啊，起心动念，决定不要为自己。要问为什么？为自己是长养我执，我是假的，我是所有烦恼的根，你怎么能培养它？你要把它消灭掉是正确的，你可不能养它。啊，起心动念为我就是养这个我。啊，你把这个烦恼轮回的根，烦恼的根，你天天去养它，这个麻烦就大了。啊，所以你要记住，佛门你看入门，入门第一个须陀洹，须陀洹叫破身见，他知道身不是我。啊，那么他对这个身呢，也不是去糟蹋它，一切正常，很顺的。啊，绝对不特别照顾他，特别照顾他就是养他，越养越麻烦。啊，我要用他，啊，不能够依赖他，他是假的，他不是真的，他靠不住。啊，现在对我管用。啊，我要好好的去，要好好利用它，这就对了。啊，千万不要让它造业，它造业，自己要受牵累，自己要负责任。啊，所以自己堕畜生、堕恶鬼、堕地狱，谁造的业？这个身造的，啊，他没有责任，你要负责任。所以把这个身认识清楚，啊，确确实实没有我啊。啊，那么在大乘唯识学里面，唯识是佛法的心理学。里面谈到我，我是妄想啊，我是遍计所知性的，完全没有事实啊。啊，把起心动念，起心动念是第六识、第七识，当作是我的心。啊，六识会分别，七识会执着。啊，把它当作我的心，把这个物质的身体当作我的身，坚固执着。啊，还小心翼翼地去养它。越养越骄，啊，越养造的业越重，啊，所以要认识清楚，这叫根本的认识。我们要放下的，要从根本放下，然后枝叶就很容易。啊，枝叶放下，根本不放下。枝叶子砍掉，它又长出来了，永远消灭不了啊！啊，只有把根本解决了，它永远不会再长，不会再生。啊，那么一切善法的根本是孝敬。如何培养孝？培养敬，孝是根。啊，
孝的最深的含义是什么呢？中国老祖宗做这个字，造字，这个字叫会意。你看到这个字，体会到里头的意思。你看那个字的样子，上面一半是老，下面一半是子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父子。父子是什么关系？一体。不能没有上面，没有上面，下面就没有了。不能没有，没有这个下面，下面也是没有了，上面也没有了。这有上有下，它是活的，生生不息。少一个的时候就断掉了，就断层了，断层就消灭了。啊，这个人家了。家破人亡，没有后代了。啊，没有后代，在古时候大不孝啊。不孝有三呢，无后为大了。啊，你这个老祖宗世世代代千万年绵延，你到这个地方，你怎么下面没有后代呢？你怎么可以在你手上断掉了？啊，这是对不起列祖列宗。啊，所以后代重要啊。啊，后代不是说有子孙，子孙里头要有出色的人物，这叫有后代。啊，子孙里头有圣人，有贤人，至少有君子。啊，这叫有后啊。老师教学也如是啊，要有真正的传人呢、啊，没有传人他就绝后了，到他为止了，后头没有人。没有人，老师还有个补救的方法，著书立说，把自己这个文字留给后人啊，这是没有学生沉船不得已的办法啊。学生当中如果没有能力集成老师的德行学问，把老师的著作整理出来印出来流通给后世，这也是他的功德啊。释迦牟尼佛没有学生，经典传不下来。孔子没有学生，他的东西也传不下来啊。释迦跟孔子全靠学生把它整理流通传下来。啊，人类的进化历史给我们做见证。啊，那么现在人很麻烦。现在人对古人怀疑，对祖宗怀疑，啊，认为祖宗不行，不如我。我做了大官了，发了大财了，我的父亲没做到，我的祖父没做到，我曾祖父、高祖父都没做到，
可能他们是务农的。这一家人为什么会生出你这样杰出的人才？祖宗积德了，古人懂得孔老夫子那个时代。啊，孔子的外公把他的女儿嫁给孔子的爸爸，年龄差很大了，差二三十岁，做女儿的真好啊！为什么把这个女儿嫁给他？啊，他细心观察孔子往上的祖先五代都是好人啊，都是积功累德，就是他的判断，孔家一定有人才出来啊，把他的年轻女儿嫁给他啊，生了孔子。这个故事很值得我们思考啊。啊，所以你要晓得，你今天发大财做大官是祖宗积的德。啊，当然也有你自己一份，你自己跟这一家祖宗的德相应，国报才能现前。啊，你自己本身。两面都是一样的意思，祖宗积德是因，你自己积德是缘，或者是你自己积的德大德是因，他那一家祖宗积德是缘，总是因缘遇到了，果报在现前，这个意思啊，不是偶然的。为什么要见祖宗？道理在此地。你要明白这个道理，祖宗能不敬吗？能不敬的时候，那你是叛逆。叛逆，你这一生果报是前生修的，你这一生不错，你死了以后就地狱去了。啊，这个话不是吓人，不是骗人。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啊。啊，疏忽孝道，不尊重孝道，这个人慈禧太后啊，功高我慢。但是形式上他还是要做，实际上没有这个心啊，只是做表面啊。他今天在无间地狱，来找个我，求我给他超度，我在这里给他供个牌位。有没有效呢？不能说没有效，但是效果很微弱。为什么？他造的孽太重了。啊，自己虽然后悔，啊，忏悔，知道错了，认错，后不再做了，但是那一些受你伤害的这些人，这个责任你摆脱不了啊。
不是少数人的，全体中国人民的，这个麻烦就大了。你的疏忽导致现在的不孝。现在人没有孝心，没有尊重人的心，追根究底，慈禧是祸根，是源头啊！他什么时候能出来太难了，我们不知道。中国什么时候再能恢复对祖宗像从前那样诚信真正孝心，慈禧太后才有离开地狱的希望。如果回不了头的时候，她的苦够受了，真是无量劫。我们提倡孝道。父母都不在世了，老师也都往生了，我们只有把老师父母的照片供养在佛堂，每一天朝暮礼拜。这什么用意？给大家看的。甚至于清明冬至祭祖，我们都不能到坟墓上看看。我们只有把坟墓那边的照片找出来，也供养在我的佛堂。学佛对于因缘果报，这是自然的定律，不是哪个人发明的，不是哪个人提倡的，自然的定律，你决定不能违背，这是信德，违背信德，果报都在地狱。无间地狱是最极重的，都无间。那么这个心就是念头，广大，没有边际。就因救急实际穷尽法缘，救尽两个字是这个意思。救是追究，研究尽是到底，一定把它的根找出来，
啊，研究什么呢？一切万法，包括我们自身，我们生命从哪来？你说灵魂，灵魂从哪来？去追究。大乘佛法就做这个事情。啊，这就是哲学，这就是科学。追根究底，到究极处找到了，这是一切法的根源，找到了。根源是什么？就是心，就是事先做佛的心，事先是佛的心，这是根源。啊，这个根源呢，长远，不生不灭，真正无量寿啊，明即真常，永离生灭。啊，明是讲他的觉性，啊，他是本觉，他本来就觉。啊，觉悟到什么程度？遍法界虚空界，过去无始，未来无终，他全知道。啊，没有一样不知道的。宗教里头赞美上帝，全知全能，全知全能就是心。啊，佛经上讲的心。啊，我们跟他们往来的时候，你们教里讲的上帝，讲的真神，就是心。佛教讲的真心，我们用的名词不一样，实际是一桩事。啊，只有真心才是万德万能，才是全能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。啊，如果不是真心，他就有欠缺局限性，他不可能全知全能。啊，大乘佛法找到了，用什么方法？甚深的禅定，禅定一直找到自性本定。啊，修定跟自性本定融成一起了，这才把根源找到。啊，这是什么果位呢？佛法的妙觉。啊，等觉菩萨的禅定还差一点，大道究竟圆满是妙觉。妙觉那个禅定跟自性本定融成一起了，啊，这个道就圆满了，啊，所以它不生不灭，啊，明即真常，说出这四个字，这四个字是心德，心德是本觉。信的是本明，啊，光明的；信的是纯真，信的是长远，长远是不生不灭。所以永离生灭，啊，它属于不生不灭。底下是普被，这个心呢，普是普遍，被是具足。换一句话说，它里头一样不缺，具足一切无轻无余，它没有欠缺的，它也没有多余的，
慧能大师明心见性讲了五句话，这第三句他说的：“何其自性，本自具足。”世尊在《华严经》上讲过一句话，说：“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。”我们可以用这一句来解释慧能大师的本自具足。具足什么？具足如来的智慧，如来的正能，如来的相好。啊，所以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要你具足啊。啊，问题是问题现在迷了，迷的根就是我。啊，佛告诉我们，实实在在根本就没有个我。那大乘教里对我下了个定义，啊，这个定义主要讲，第一个意思，我的第一个意思，主宰；第二个意思，自在。你想想，我们身体能不能做主宰？一天比一天老化。做不了主啊，没有主宰啊，自不自在？不自在啊，那就是没有我，你怎么可以把它当作我？啊，佛说有真我，真我什么？心是我，真心是我，哎，真心真能自在。真能做主宰，完全迷失了。明心见性，用宗门一句话了，也就是把父母未生前的个我找到了。父母生我的时候，我们把我迷了，迷失了，不是真正失掉，是迷失掉。啊，什么时候你觉悟了，他在。啊，所以佛讲的三德密藏里头就有过。啊，三德是法身。般若解脱，解脱是大自在啊。这三种里面都有常乐我净，都有四德。法身有常乐我净，般若有常乐我净，解脱有常乐我净，它真有啊。啊，那是真正的主宰啊！啊，确实是真有，但是这些假名不是真的。啊，名不能执着，执着这个假名，你在迷，你见不到事实真相。啊，换一句说，法身般若解脱见不到。常乐我净你也见不到，为什么？你着相了，着相就是迷，就是障碍。你必须完全把这个相放下，知道相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
那这些假象日常生活当中有时候用得上。啊，一认识他清楚，你用他，他替你服务。你要是迷了，他做主，他当家了，你得听他的，他是主人，你是佣人，这就颠倒了。啊，觉悟自己当家，所有名相都为我服务。我要是迷了，他当家，我的身心是他的奴役。错了啊，大错了啊！啊，所以他去除。如是之心，功德不可思议。若能一发此心呢，便能清净无始以来生死与诸有沉沦。这讲真正心啊，菩提心就真心，真心发出来了，真心起作用了，功德之大，功德的广，功德的深，功德的利益是无法想象的。思就是想象，意是说明，议论说不出。为什么不用这个心？我们读这个经文，读这些经句，首先要好好劝自己啊，别人用不用与我不相干啊，我自己明白了，我得用这个心啊，用这个心真自在啊，用这个心法喜充满啊，用这个心对变法界虚空界感恩。没有怨恨呢，啊，知道一切对我有怨恨的那些人，他迷得比我深，他在受苦。啊，我们虽然遭受许许多多的毁谤，啊，侮辱、障碍、陷害，对我们来讲都有利益了，有好处啊！啊，什么利益？什么好处？帮我消业障，帮助我提升境界。等于说，这都是考试啊！啊，看你有没有怨恨，果然没有怨恨。啊，忍辱波罗蜜，这个功德就提升了。啊，如果有怨恨，不但不能提升了，你下降了。啊，下降到来生什么？来生你就到卧道去了。再碰到头的时候，冤冤相报，啊，上一生你这么对我，现在我要对付你，这种冤冤相报，啊，永远不能放下怨恨，这非常非常凄惨，啊，没完没了。所以佛教导我们，冤家要解化解，不能解。
我们今天看到有很多在佛门修大福报的人啊，但是啊，功高我们啊，喜欢给别人树敌，那个树敌的对方也修大福报，那这两个人到来世都可能做过王，做过王这两个人彼此不服，一定会发生战争，战争要死多少人，他们要负责任，因为你过人的小运，导致于后面战争。啊，这个战争就把你送到无间地狱。你到哪一辈子才能离开，就很难讲了。啊，你要没有真正利益众生的这种事业，你出不来。唐太宗堕地狱，他有一本群书之要，所以他能够离开地狱。为什么？群书之要能够利益全世界的人类，这个功德太大了啊！而且不只是对现在是有功德，对未来几千年几万年，这个好处利益了，永远不会磨灭的。那这个东西在中国失传一千年了，真是祖宗之德了，加持保佑，还能够又回到中国。啊，嘉庆皇帝登基的时候，日本人送的进贡，啊，进贡的礼品里头有这部书，叫《回到中国来了》。啊，唐朝亡国一直到嘉庆，中国没有这个书。啊，我们看历史，《艺文志》，啊，《唐书》，《宋史》。元明清啊，国家图书目录里都没有这个啊，所以才知道，因为唐朝时候嘛，印刷术没发明啊，通通手写的，书本都手写的，没有印刷的，所以分量少啊。这些日本人是货，知道这个是宝啊，带回去了。那中国一套一步都找不到了啊！那么嘉庆时候来，那个时候是清朝的盛世，清朝至极啊，这个政治上的成就超过唐太宗，所以唐太宗说不被重视，不需要看你这个，他做的比你还好。啊，乾隆把所有的书做了一番整理，啊，有系统，重新修订整理，变成一套四库全书。啊，四库全书太大了，全书之要是四库的精华。啊，在这个里提炼出来的纯净，这珍宝。治国平天下的标准呢，智慧、理念、方法、经验都在这个书里头。这个功德太大了。啊，唐太宗凭这个书能离开地狱。啊，来感谢我。那么我们发现这个书，印这个书与唐太宗没关系，
没想过他，没有想到他不附体来找我，告诉我这部书不但能救中国，而且能救全世界。幕后这一句话他提醒我了，因为当时我确实没有想到全世界，我只想到中国。他这么一提醒我的时候，我就觉得立刻要把它翻成白话文，翻成外国文字，对全世界流通。希望世界永久和平。唐太宗这个功德大，你有没有这样的心量？你有没有做到这样大的好事？唐太宗这一桩好事，有利于全人类，有利于人类的生生世世。这个机会被他抓住了。这是他不幸当中的大幸。那我也有人告诉我，唐太宗现在已经到极乐世界去了。我有理由相信，他在世的时候，他受佛门大护法，心量大，不但是佛教的大护法，所有宗教的大护法。他做皇帝那个时代，基督教传的中，伊斯兰教传的中国，他对于这些宗教平等看待，道场都是持戒，皇帝下命令建的道场，这个长安很多大寺院，你看那个匾额上持戒是皇帝下命令建的，国家建的。那么基督教的教堂也是持戒，回教的清真寺也是持戒，这就晓得唐太宗对于宗教平等对待。天上人间没有不赞叹他的。人要懂得，德要重视。德里面，中国古圣先贤归纳起来12个字，从哪里归纳呢？从五伦、五常、四维、八德，四个科目，决定不止5000年的，5000年是有文字记载，没有文字记载，不能说没有文化了，文化早于文字。五伦里面，父子有亲，夫妇有别，君臣有义，长幼有序，朋友有信。人在世间与一切人5种关系，这5种关系能够处好，世界就太平。不只是国家社会，整个世界就太平。所以中国人自古以来没有讲团结的，外国人讲团结，为什么呢？他不团结才要求团结。
中国已经有团结的，他不讲团结了。五伦就是团结。五伦是合五道啊。啊，这个团结是道的团结。啊，中国人心胸真大了，起心动念，开口闭口讲天下了，没有说国家了。你说心量多大？天下包容别的国家，自己国家也在其中。自己国家是所有别人国家的榜样啊，模范啊。啊，这四颗合起来就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。这十二个字啊，做人，人与人间往来，中国人是孔子做榜样啊。孔子有五德，《论语》上弟子们对夫子的赞叹，我们老师有五德：温良恭俭让。老师一生对人对事对物啊，第一个德是恭敬，不敢怠慢，不敢随便，小心谨慎啊，对人对事对物跟普贤菩萨一样。普贤菩萨第一德礼敬诸佛，啊，孔老夫子的温良，啊，温和、善良，啊，恭敬、谦让，啊，节俭。就没得了，永远不衰呀！孔子见人谦虚、礼让啊，啊，这样才真正叫人对你的德行产生恭敬啊，所以这是以德服人啊，决定没有欺诈在里头，真实的德行，感化众生啊，这才能成就事业。这个事业可大可久啊！啊，如果用欺骗这种手段，不诚实的手段，啊，纵然他有成就啊，那是他的福报，很快就想完，不能长久。所以，可大可久。是真诚真心，释迦牟尼佛的道是从真心流出来的，啊，中国古圣先贤的道也是从真心流出来的。
佛教一到中国来，跟中国古圣先贤这个道德一结合，啊，确实双方互补啊，大幅度的向上提升。啊，非常可惜，今天的人不认识。啊，不认识的原因，是我们几代之前把传统疏忽了，认为什么外国东西好。啊，甚至于提出全盘西化。提出的这些人，他要负因果责任，无论有没有做，都要负因果责任。啊，所以这些人远远比不上孙中山先生。啊，孙中山先生在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四讲里面有一段话说，啊，他也走遍全世界，科学技术发达的国家他都去访问过。他在讲演当中告诉我们，西方人比我们长处的，我们比不上他的只有一样，机器。啊，他们发明这新的机器，只有这样东西，我们不如他。除此之外呀，他们样样都比不上中国。啊，你们看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第四讲，你就看这段。啊，无论在政治，啊，在这个经济、教育方方面面，他都要向中国学。这是真正有智慧、有学问的，他看得这么清楚。啊，那么在最近，啊，70年代，距离我们不远，啊，40-50年前，英国汤恩米布斯，啊，这是欧洲最早是英国人天下，啊，英国的科学技术是领先的。领先全世界，啊，汤恩比居然说过这种话，要拯救21世纪的社会，那就现在，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，大乘佛法也在中国。孔孟学说在中国，英国人讲的，啊，我们讲也不相信啊，你们中国人自己夸自己，啊，是英国人讲的，不是我们讲的，啊，所以我在英国访问。我在剑桥大学跟伦敦大学都做过讲演，啊，他们汉学系的同学与教授们，我向他们请教，啊，汤恩比这个说法
你们能同意吗？啊，这些人看着我，对我笑。笑了半天不说话，那我就反过来问：难道汤恩比斯讲博士讲错了吗？啊，他们还对我笑，都不讲话，这搞得我没办法了，我只好赞叹他，我说你们很聪明，很有智慧。啊，你们不敢说，不敢批评。啊，什么原因呢？汤恩比博士名气太大了，不敢批评他。可是对他的话呢，确实怀疑，对不对？确实怀疑，不敢承认，也不敢反对。啊，我把他说出来了。我说，如果你问我呢？汤恩比的话是不是真的呢？我就答复说是真的，他讲的一点都不错。啊，我说这个话在这个场合当中是问你们，我对外面不问他，为什么呢？他们不研究汉学，你们研究汉学的，啊，他们文言文都非常好。读中国古书啊，拿儒释道的经典去写博士论文了，不能不佩服啊。所以跟他们讲话不要翻译啊。所以我说我特地到伦敦来向你们请教，啊，因为我在那说话的时间限制只有1个小时。啊，所以我就告诉他一桩事情。你们现在所学的汉学，这里面有佛学、儒学、道学。啊，儒释道的经典都是他们主修的课程。我说我跟你们学的不一样，他们很惊讶。啊，怎么会不一样？我说我是学佛、学儒、学道。啊，我把几个字写在黑板上。啊，外国人从这边，儒学、道学、佛学，我们中国人念是从这边的，跟他们不一样。恰相反，那从这边念去的学儒、学佛、学道不一样啊！我说，如果你们要跟我一样啊，对汤恩比博士的话就一点都不怀疑，你们是反方向来的，所以你们怀疑啊！你们是把儒释道当作一种学科来研究。啊，或者文学，或是哲学，当这个研究。啊，这个研究是什么？研究古代的，与现实呢，现实不相干。啊，顶多做一点参考而已，不起什么大作用。对对呀，我说我们是学儒学道。学佛那就不一样了，学儒学佛要学跟孔子一样，孔子孟子是儒的代表，我们要学跟他一模一样，要讲仁，要讲义啊。学佛呢要跟释迦牟尼佛一样，
学道啊，要跟老庄一样。我知道，这叫真学。学了什么？学管用啊！啊，这有智慧呀！啊，智慧从哪里来？专攻，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。啊，一门，你才能得定，让你的思想完全集中。啊，同时不能学很多，学很多学杂了，学乱了。你得不到智慧。啊，一门，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啊，一部书你天天念的。啊，篇幅短的一天念十遍，篇幅大的一天念一遍，你念上一千遍，心定了，你的念力集中了，念力的能量不可思议。啊，他得定啊，就得三昧。啊，佛法大乘里面求学，目的是在三昧，不是研究这些东西，不是讨论这个东西都是假的。你讨论它干什么？啊，要真实智慧。真实智慧开了之后，你看这个书的时候，跟你自己讲的完全相同，其义自见了，自见就是自然开悟了，自然通达了，自然明了了。佛讲这什么意思？全通全明白了。啊，孔子讲什么意思？你也懂。啊，老庄的意思通通懂了。这是智慧。啊，那你们所搞的呢是知识。知识没有定，没有慧。啊，知识有局限性，有后遗症，解决不了问题。啊，智慧能解决问题，智慧没有局限性，没有后遗症。啊，智慧从哪来？从清净心来的，从一念不生里头来的。啊，你有那么多的妄想，有那么多的分别执着，把原本是智慧的典籍变成了知识，而且这个知识还是古代的知识，不是现代的知识。学习的理念错了，方法也错了。啊，剑桥的麦达维教授，欧洲著名的汉学家，啊，我跟他很熟。我们汤匙实验做成功了，我告诉他，啊，他用他私人观光旅游的身份，在汤匙住了四天。啊，回国的时候经过香港，我在香港讲经。啊，他在香港住了两天，来访问我，一天三个小时，两天六个小时。啊，他是非常有诚意。
邀请我到伦敦去办个学院，英国的大学是书院制，一个大学底下有几十个书院。他把名称都想好了，大乘佛学。我说我很感谢你。剑桥在全世界排名第三。这世界的名校。我说我不能去。他说为什么？我说你学校那些制度框架，我要遵守的话，我教不了学生。他说：“那你怎么教法？”我说：“我没有方法，老祖宗有方法。”他耳朵竖起来，老祖宗有什么方法？我就问他：“三字经念过没有？”他会背。四书他会背。三字经前面八句话是老祖宗千万年前世世代代教育的指导最高原则。你看，他们把它当知识学习，当古董，玩古董。不知道真正价值。我这说他听不懂啊。我说办教育，你们在学校服务一辈子，大学毕业出来之后就教学，而且汉学专家。说办教育第一个理念，就是最高的原则，就是这三字经第一句话：人之初性本善。你要承认人性本善，这个不能不承认。你不承认，你办什么教育？教育是什么呢？我们人已经不善了，要回归到本善，教育成功了。本善是身先君子，中国有三等，本善是上上的本善，圣人，孔子所代表；中等的本善，贤人，孟子所代表；下等的本善，贤人，圣贤，君子，这个第三等是君子。这好像学校的三个学位呀，博士、硕士、学士。你也把他们教符合这个，你的教育成功了。所以人性本善，人人都是圣人。佛教学，你看看，佛告诉人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跟人之初性本善一个意思。首先把这个标准就列到了，你来跟我学，毕业之后圣人，圣人达不到贤人，贤人达不到至少也是君子。你是社会上好人，读书明理之人，不是坏人。你的言行能够跟社会大众做好样子，社会哪有不安定的道理？国家哪有不长治久安的道理？这教育叫什么？叫这个？叫你回归本善呢？那么下面第二句，这就说明为什么要教育？教育怎么兴起来的？性相近，习相远。性是本性，
本性大家都一样，本性本善。可是如果要没有教，染上的习性、习惯，习性里头，这个年轻人跟好人在一起，他就学好了；跟坏人在一起，他就学坏了。啊，这叫习性。啊，因为有习性，所以如何将本善、本性、本善永远保持而不会产生变化，那就需要教了。啊，所以教学的目的是教圣人，成圣贤君子，不是要别的，不是叫你升官发财，不是叫你赚钱养家，不是这个意思。那在中国教育精神的这理念一定搞清楚。啊，所以狗不教现在亲，如果你不教他，他越变越坏。啊，他会增长自私自利，增长贪嗔痴慢，那这个就麻烦了。教之道，贵以专，怎么教法？后头这两句说出来了，要专。啊，所以我就告诉他，中国传统的私塾是家庭子弟学校。啊，我看见过私塾，在私塾学了几个月，以后就没有了。啊，那么私塾教学，老师教学生背诵古文，背诵经典，现在家长父母不同意，念这个干什么？念这个有什么用？殊不知，过去人用经典做教材，教小孩背书是什么的？不是教他背诵的。背诵是一个手段，目的不是的，目的是别让孩子胡思乱想。哎，他要不背书，小脑袋也胡思乱想，也生烦恼。哎，用这个方法，他就不能一天你要他念多少遍，不念不行啊。这样子那就叫戒律啊。背书是修定的一种方法，让他永远保持清净心。啊，那么这些古时候这些东西背熟之后，现在不懂没关系，将来一开悟的时候全懂了。啊，好处多多啊。现在没人讲，没人知道啊。用处可大了。啊，他能帮助孩子得定，孩子心要是清的，心清净，心平等，啊，有悟性，十三四岁开悟的，古时候有啊，那不是大彻大悟啊，他也是大悟，啊，所以他参加考试，能够考中状元，能够考中举人。那是凭什么？那是凭真实智慧，那不是即问之学啊。即问之学中国人不重视啊，即问之学是别人的，不是你自己的。中国人要求自己开悟，从悟性里悟出来，这个是真东西，是真实智慧啊。所以中国教育是以智慧为第一啊，是以清净心做枢纽。
那教学的教材教法的时候，要能达到枢纽，达到目标，就是智慧先进。所以汤恩比能说出来。化解21世纪的社会危机，还有地球灾难的危机，中国古圣先贤的这些方法管用，大乘佛法管用。我们从去年11月。今年6月，2次访问斯里兰卡，让我们亲眼看到以佛教治国，是什么样的一个气象，我们亲眼看到了。那是个真正的地球上理想的和谐典范的国家。他们用佛法治国，到今天多少年了？2300年，没有改变。也许现在人在那看的时候，看不出来，看了会反对。为什么？看到小孩天天跟父母磕头啊，成婚定心的，早晨起来要拜父母，晚上睡觉之前要拜父母，要跪下去磕头，手摸到父母的脚。上学读书见到老师，就这一天第一次跟老师见面，要跪下来磕头。我们看到什么？孝养父母，奉师师长，看到了。这个是教育里的这根。孝亲是根，尊敬老师是本。由这个大根大本，他的教育才会有成就。如果不孝父母，不尊重老师，没法子了。圣贤书摆在面前，佛菩萨来教你都没有，你吸收不进去，你听不懂。这是真的，所以今天呢，都要有示范，不做出来，没人相信。要做出来，所以我们现在迫切需要一个佛教大学，还需要一个宗教大学。宗教大学来团结宗教。学习宗教，宗教要开放。我学我的佛教经典，我也学基督教，我也学天主教，我也学伊斯兰教，也学印度教，所有宗教东西我统统都学。为什么？宗教宗教之间的矛盾没有了，误会没有了，冲突没有了，宗教能够和睦相处，互相尊重，互相关怀，互助合作，能带给全世界的安定和平。这个话是
零五年，我在马来西亚跟马哈蒂长老谈的，他在政治上很有成就，担任马来西亚首相22年，执政时间最长，也非常有成就。他是伊斯兰的领袖。这个人非常善良，有慈悲心。生平最痛恨的就是战争。他非常反对战争，跟我们的想法完全一致。我给他介绍群书之友，他听了非常高兴，希望我赶快把它翻成英文给他看。所以我们的英文的译本就是他要的，还有现任首相纳吉，这两个人催着我。碰到我就讲，翻好了没有？所以我们首先翻的就送给他看。马哈迪长老拿到手上，这是一部真正智慧的书籍。可惜我看到太晚了。如果是我在执政的时候，看到这个书，他说我就会少做一些过失的事情。手不释卷呢，一天到晚都在看呢。真学真干呢。所以有人说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。外国人都害怕，都准备要跟中国打仗，怕中国报复他。这个书出来之后，我告诉大家，是中国人文书群书之要的事情，不是中国军事，不是中国科学技术，不是中国这个商业贸易，不是的，也不是中国政治。是中国传统文化里面的群书之要，翻成全世界各种不同的文字，让大家通通看到。中国人想些什么，想做些什么，你在这个书上都看到。中国人希望世界和平，希望全世界人都像一家人，都像兄弟姐妹，相亲相爱，互相尊重，互相关怀，互相照顾，互助合作，世界大同，永远不要有战争，永远不要有灾难。那换句话说，我们永远不做恶事。我们要守住道德的底线。在中国是伦常八德，在佛法是三规五戒，是善。必须遵守。这就是真正的善人，这就是本善。我们今天就学到此地。